迎大家翻返嚟法政現場，我係 Kevin 男海人，喺我身邊會咧就法巴 Jenny，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哋11:20的 Facebook 直播啊，今日咧就遲咗少少啦，咁大家咧記得咧就帶翻把遮，因為咧今日咧就落雨啦，係啦，咁我另外睇翻咧今日嘅恆指先啊，見到恆指咧而家咧係11:27啦，而家恆指報29,738，咁就跌咗154啊，大市成交就347億啊，見到今日成交就相對少咗少少啦，咁咧睇翻啊，咁見到咧喺假期前夕咧，咁港股朝頭早嘅時候咧就急跌咗，其實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內地公布咗 BMI 數據啊，咁咧就係差過市場預期啦，咁咧市場上咧累積嘅紅證咧就越嚟越多啦，見到琴日咧紅仔咧加倉情況都幾多喎，咁今日會唔會有紅仔咧會食股咧，同埋最新嘅資金流情況又係點嘅咧？係啊，咁啊睇翻啦，咁啊過去嘅資金啦，咁啊見到個市麻麻地嘅情況下啦，咁啊轉移去投向一啲牛證度，咁但係睇翻尋日嘅話咧，就有差唔多1.2億嘅資金啦，係流入咗紅證度博翻個指數回落，咁啊因為見到佢橫行增持喺30,000呢個附近位置啦，咁都係都係好似向下嘅勢頭比較強勁啲，咁所以尋日嘅部署上面啦，大家喺紅證上面就比較進取啲，咁相反喺牛證咧就有資金流走嘅，咁但係今日朝早咧就發巴嘅資金，即使資金流就見到啦，咁其實資金咧喺個大市跌咗落嚟嘅時候咧，又有啲趁低位部署翻啲牛證喎，咁所以話啦，近排個市況啦，應該都係區間上落，咁投資者咧可能都係 keep 住見到30,000附近啦就開始沽，咁見到29,500附近咧就開始追咁樣啦。咁另外咧，睇緊我哋嘅觀眾朋友咧，你哋都可以參與我哋節目噶。如果你哋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即刻去留言啦。咁我哋咧即刻咧就會同大家咧去解答翻你哋嘅問題啦。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啦，咁見到咧依排都係業績期啦，見到咧平保咧琴日就出咗業績啦，咁咧就係勝過預期嘅。咁首季咧就多賺咗77% 啊。咁見到咧今朝早咧平保嘅股價都係高開啊，咁但係咧股價咧就跟隨咗大市就回落翻啦，咁如果係想博平保嘅話咧，可以點樣部署？同埋兩證方面咧，嗰啲行使價係應該係邊點樣選擇係比較好一啲咧？係啊，咁留意翻平保嘅話啦，咁啊 keep 住喺今年嘅表現裏邊都比較強勢啲，咁啊加上啦內地嘅首季嘅保險收入啦，咁都係勝預期啦，咁而平保啦，亦都尋日亦都係交出令市場滿意嘅成績單啦，咁當然佢今日朝早咧亦都係試探過95呢啲附近嘅高位啦，咁啊之後咧亦都要隨住大市偏軟，咁但係咧如果對佢未來嘅睇法咧依然係正面嘅，咁啊覺得佢後市啦仍然有希望可以喺一個比較差嘅市況當中仍然可以跑贏嘅話啦，咁就可以趁低留意翻啲 call 輪嘅選擇。咁喺行使價方面啦，咁啊揀翻啲貼價少少啦，咁啊相對個風險會細啲嘅。咁呢度咧有一隻16390推介翻俾大家啦。咁個行使價咧就揀到98.9元，咁啊距離而家啦個水位唔算太多。咁啊到期日咧就2019年8月2日到期，係一隻稍微短期少少嘅輪啦。咁啊符合大家可能短期睇好嘅部署就可以做翻啦。實際槓桿啦，對翻11.4倍嘅。咁另外咧，見到一個觀眾朋友就問啦，咁中國人壽有咩 put 輪推介呢？中國人壽嘅話啦，咁啊其實 call put 輪都有得選擇嘅。咁啊至於人壽 put 輪嘅話啦，咁可能大家要上翻發巴個官網留意翻啦。咁啊因為本身咧人壽啦同平保相比啦，個熾熱交投嘅熾熱程度嘅話啦，咁啊2318會比2628啦要更加多一啲嘅，係啦。咁另外啦，再睇下先啦。咁見到豪賭股咧，都係依兩日市場嘅焦點啊。因為咧嚟緊咧就係5.1假期啦。咁加上咧，聽日咧就會公布豪賭股嘅業績，博彩業績收入啦。咁咧，豪賭股有咩部署嘅策略咧？其實豪賭股嘅話啦，大家其實關注嘅焦點啦，都係擺喺幾隻龍頭股，包括金沙啦，同埋銀娛啊，咁啊27號仔同埋1928上面啦，其實見到尋日個升市咧，亦都係帶住一堆即係豪賭股板塊啦嘅股份向上啦，咁而銀行娛樂同埋金沙個表現啦都非常之搶眼，咁大家都升超過2%，咁都係升市功臣之一。咁睇翻今日個股價啦，就要暫時回軟，因為嚟緊啦五一嘅黃金週啦。
啦，咁其實大家都有啲憧憬啊，因為有數據顯示咧，澳門嘅呢啲即係豪賭股嘅呢啲酒店啦都爆滿啦，咁所以咧都預期可能嚟緊聽日公布嘅賭收啦，或者係之後嘅即係過咗五一嘅嗰個收入酒店收入啦，咁都有可能增加。咁如果對佢長期睇好嘅話咧，就可以留意翻啲 call 嘅選擇啦。咁銀娛方面咧就可以留意翻只16245，咁啊行仔價咧就65蚊，細細槓桿有翻8.5倍嘅，都係一隻貼價嘅選擇。咁而金沙嘅話咧，就有一隻16430嘅 call， 咁行仔價咧就睇到48.88蚊，咁啊實際槓桿有翻6.4倍，咁啊2019年11月先到期嘅。嗯，咁見到咧，仲有觀眾朋友就問啦，依個永利點樣睇咧？永利嘅話咧，咁啊，尋日嘅表現咧係非常之強勢啦。咁佢相比起兩隻即係藍籌嘅大龍頭股豪賭股板塊裏邊嘅龍頭啦，咁啊1128咧相對嚟講個股價咧個波幅會大啲嘅。咁啊見到尋日咧個升幅咧，亦都係跑贏個市啦。咁如果想對後市係睇好嘅話啦，咁其實1128方面啦，咁啊發包都有翻啲 call 輪選擇俾翻大家噶。咁啊睇翻如果近少少嘅就有隻26819啦，咁啊如果遠少少去到16446啦，咁都有一隻價外8% 嘅選擇。咁呢只到期日咧仲有188日先到期嘅，細細槓桿啦，有翻接近5倍啦。咁啊相比起兩隻大龍即係龍頭股嘅話啦，咁相對個實際槓桿可能會低啲啦，同埋選擇上面啦 call 輪都會少啲嘅。嗯，咁另外啦，咁大家咧都會留意我哋嘅大藍籌股啦，騰訊啦，咁見到之前咧佢就低見咗喺380蚊嘅位置啦，咁繼續向下過，咁咧喺380蚊去到400蚊呢啲位置咧，佢喺橫行區啦徘徊緊，咁如果係騰訊嘅話，可以點樣去部署一下咧？係啦，咁如果騰訊嘅話啦，咁啊由於佢近排啦，亦都見到內地嘅遊戲審批啦，咁佢都經常喺名單裏邊出現啦，咁啊其實可以對未來嘅預期啦、憧憬可能會唔會個遊戲收入方面啦，亦都會逐漸咁樣回暖啦，咁啊比起之前啦即係名單上面冇佢個名嘅時候啦，會更加好一啲，咁所以嚟緊憧憬第一季嘅一個遊戲收入啦，會唔會增加啦？咁同埋之後會唔會仲有一啲新嘅消息咧，去刺激個股價向上？咁啊見到尋日啦，騰訊嘅升勢咧都唔錯。咁我去翻390蚊樓上啦，咁雖然今日朝早亦都係要隨住個市偏軟，咁但係如果對後市繼續睇好啦，咁就可以留意翻啲400蚊樓上嘅一啲 call 輪嘅選擇啦。咁譬如話就26859啦，咁啊睇到行仔價405蚊，細細槓桿都有翻6.6倍嘅。咁咧我哋再睇埋啦，咁見到咧咁一眾嘅內銀股咧喺琴日咧就公布咗季度嘅業績啦。咁咧平均咧嘅純利咧就增長咗8%喎。咁中型銀行嘅息差按季咧就收窄咗。咁其實見到好多間嘅內銀咧嘅不良貸款都比按季咧就下跌咗喎。咁如果想部署內銀股嘅話，係可以點樣去部署咧？嗱，咁其實內銀股係一個比較特殊啲板塊嘅，因為呢一波升市咧，內銀股咧暫時未跟得上，咁都係以橫行格局為主啦。咁啊，相對嚟講個升勢咧係跑輸個市嘅。咁你話見到其實第一季度嘅一個成績單啦，都係令市場滿意啦。咁其實通常嚟講啦，市場預期啦，亦都同交出嘅成績單唔會話相差太遠。咁樣嘅情況下啦，如果投資者係想留意翻啲 call 輪嘅選擇，咁啊當然都係揀翻啲大行會比較好啲啦。咁譬如話交投比較次啲嘅，就有啲939嘅 call 輪啦，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好，今日咧好多謝曬 Jenny。咁咧，如果大家咧想再更加咧緊貼大市嘅話咧，咁記得留意一陣間5:20財經直播 Facebook， 繼續有咧就 Jenny 咧同大家一齊睇住個大市嘅。如果大家有任何輪證商問題咧，就記得留言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